2003年2月8号是癸未年的正月初八，张华、张威、阿文还有小贝尔初七就赶到礼县，准备参加他们的婚礼。阿俊来了，你哪个管的吃饭去呢？谁老板？啊？哪个管？我跳这里。哎呦我的妈，你这什么东西啊，这么你这新娘子我不穿件红衣服，哎呦那人家搞错了，把我当成新娘子，这就麻烦了。那个老姐呢，在里面等着你呢。吃饭没有？吃饭。买些什么东西啊？就买了一套衣服，买个项链，买一套领带，买个皮带。看看买些什么，你的衣服还是好的事儿，作业搞点行不行？你家里那些同志啊什么不买啊？明天可以买了。哪一天还有时间啊？酒精拿来干嘛？明天就要结婚了，可姐妹们却一直没有见到小芳的妹妹杨丽丽的未婚夫，大家感到有些疑惑。小芳似乎也在有意地回避着什么。来，过来，小贝，过来。看他又在这抓了的，小芳也最喜欢抓菜吃了。你一点不客气啊，我像是抓你的。你几岁啊？七岁呀。年六岁。晚上姐妹们都站在房门口，张华等人还在询问丽丽的未婚夫为什么一直没有露面。那她老公什么时候过来啊？可能一会儿吧。一会儿就过来了。我也要看一下。走。这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出现了。张华和姐妹们始终也无法将这个中年男人与他们知道的木工小杨联系到一起。别这样，别瞎子，坐坐啊。他这个人是跑远了，今天晚上是见不到这丽丽的，不对啊。就这样，好了，坐呗。
哎呦，这样子跑啊！明天我们饶不了他啊！今天饶他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学生一边凉快，帮我去带一点好啊。帮我去带被子吗？去的好，那有被子。被子呢？那不是有。他不听你话，听谁听谁的话？他受伤了，打电话给他。他有你高啊？嗯，对。我肩膀吗？我是残废，没办法。他回来吗？一会儿，你回来吗？回来。啊，回来。你弟弟会玩你的。买到一起了。嗯，蛮烫的。十三香，有没有正好的吃的给你不？我两张，我两张穿过去。痛不痛就痛就不痛了。我没说要高吗？咋都输了吧？这么多佐料放了下去，看着就好吃。明天多吃几块。我就拿去过来等一下。反正还有摸枪呢。他说我们明天等你。跑得了。啊。丽丽甜蜜的表情和中年男人的尴尬都是显而易见的。姐妹们以为她就是大家一直等着的，想看看的丽丽的未婚夫。问一下这阿姨是不是叫姨夫的？谁叫错了啊？叫叔叔的还是叫姨夫的？问一下小姨，问一下阿姨。你说我怎么叫啊？就是嘛。我怎么了？我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这权利留给你好吗？这个是，好便宜哦。是结婚戒指，结婚戒指你给戴错了啊。不是，别打他，不是的。哎呦，介绍介绍。今天的今天你怎么对呀、啊？介绍介绍。谢谢。介绍了，咱们不为难了，为难他了，就是让他坦白。你的喜酒我们明天喝不喝了？哎呦，还有悄悄话都快说。没事，女孩进来我们问问，如果是她明天到底结婚结婚不结婚，我们也不为难她，那我们说说这边该不闹了，我们也就不闹了，那得说了，因为我们过来都以为你们俩一起结婚的，你知道吗？你看今天这种情况，我一看不对劲了，你是买东西的，她这是什么也没准备，什么也不没买。姐妹们善意的逼问丽丽，正是那男人的身份，实际上。在预感中，他们已经觉得明天的婚礼从这时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小芳终于说出实情，这个中年男人是丽丽认识不久的情人，丽丽不打算与小杨结婚了。这个消息让姐妹们感到吃惊。在小芳的家乡有一个风俗，姐姐必须先嫁，妹妹才能结婚。小芳正是为了让妹妹有一个好归宿，才决定与妹妹同时举行婚礼，让自己也出嫁的。丽丽这个决定曾让小芳和父亲都不知所措，小芳的父亲也无法管束有了见识的丽丽。小芳与父亲反复商量，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但是新娘只有自己一个。小芳的婚礼如期举行，姐妹们觉得总算没有白来，她们立即行动，抓紧时间采购物品，为小芳布置新房，准备结婚。这种东西进的三百没有三百，你千万别上这里，来放进来吧。去那里买，不能需要吧，他以为你花了你买了。
来店里接哦。第二天一大早，姐妹们就从住处赶到小芳家，为小芳准备婚礼前的一切。能扎上吗？别闹了，就贴在门顶上就行。可以了吗？好，要四根。不是，我们要挂在那中间的钩上的。来，来，红色颜色的，拉上。那个放的脚，对啊，安静啊，来，这个太矮了。放哪呢？先放这边，先放这边，搞好先。姐妹们布置好房子后，小芳家终于有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为了省钱，家里没有请厨师，小芳后妈的母亲和弟弟亲自掌勺炒菜。在小芳家乡，婚礼要举办两天，第一天是娘家办婚宴，宴请客人费用也要娘家自己出，第二天才去婆家，婚宴由婆家办理。在这两个婚宴之间，实际上是双方家庭地位和财力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比较，有时可以说是较量。小芳家的婚礼就在这种多少有些冷落的气氛里举行了，前来祝贺的亲戚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这气氛让小芳感到十分难受。去年我来时候见过的，那时候。那我今天没看名字啊。那你也是你母的家吗？你跟我娘俩去的。把锅都打开。啊。小芳的婚宴只有着简单的两桌。小芳的亲戚也十分复杂，他想起了种种不顺心的事，也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大喜的日子，他独自躲到一边，默默地吃着婚宴的饭菜。下午，姐妹们终于找到机会询问丽丽。过年前不是决定了的吗？跟小芳一起结婚吗？是啊、就是那个吗？是不是啊？妈，现在退了。对，晚上我退了，我姐都不知道，我姐都不知道。昨天晚上问你姐，你姐说你要、哎、你要结的吗？小芳还说姐，昨天我说的新郎是哪一个？不知道，我是现在新郎哪个都不知道怎么结婚啊？那你自己问我妹吧，我妹的情况我现在也不清楚。反正。他那个男孩很凶，那我就是我看着他都不舒服。那个男孩子人老实，那家伙不气坏了，你又是退婚去了。啊？那个男的还不气坏了？他说要自杀了。
是你不知道他多喜欢我了，你真的你不知道。那你就伤够了人家心了。那我本来就退了他一次了，这次是第二次。啊，你不知道，真的，他爸妈打的那个鼻子都这么高。你这样子太那也脏，怎么办呢？你不喜欢人家呗？那你这当时不喜欢，你应该不要跟他。你刘荣那边的婚姻没退，你怎么又想着跟他结婚呢？反正就是多挑两个了，优中心优中心里面选优咯，你是不是？像你找对象，你不要跟他订婚嘛，你婚定了，人家你可以跟他玩朋友，但是你不可以跟他订婚。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他那日子定的是他们定的，我都没同意。杨刚和丽丽已经是第二次订婚了。杨刚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有一身很好的木工手艺，他是真的喜欢丽丽。去年他主动托人上门提亲，丽丽当时也欣然接受，但是很快又毁约。杨刚心里面很受刺激，介绍人也为此上门大吵了一场。这是去年我拍到的丽丽第一次与杨刚退婚时争吵的场面。众人争吵的时候，只有杨刚痛苦地躲在一旁。与杨刚退婚是因为丽丽爱上了另外一个小伙子刘勇，但是丽丽与刘勇的恋爱却是游戏般的短暂。不久刘勇参军离开了家乡，他和丽丽约定复员后两人就结婚。我的那男朋友几个都看到了，那一个去当兵了吗？明年就回来吗？他家里条件很好的。你想想还想跟他很好，对，他今天妈妈就到我们家过来，就到我们家来了。他妈妈不是不怎么喜欢我妈，那时候他去当兵了，跟他妈妈说的，如果我去他们家就叫他妈妈对我好什么的。说刘荣的妈妈呢有点不同意，说你们俩家庭比较不般配一点，就是说埋不到户部队那种感觉。那现在他妈妈要是同意了，改变主意了，那也就决定挺好。他喜欢他有什么办法，儿子喜欢有什么办法。你跟他也订了那个，跟他订的婚的。我也跟他订了的，他明年回来嘛，反正就跟他结婚啦。明年就跟刘总结婚。嗯，对。这种打算也挺。对啊。你们俩年龄挺般配的，那个呢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36岁，36岁还不到呢，今年都还没有。看看这人也挺小，气质都挺好。就是矮了一点。我也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要破坏你的家庭，成立个家庭也不容易，对不对啊？不是，如果你要你老婆离婚，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你不知道的，他就是这样的，见了一面呢，好回来，咦，手机啊什么，我家里的电话一天响个不停的，这个样子，他爸妈三个妹妹呢哦。全部都知道我跟他两个的事，那就是他老婆一个人不知道。是啊，就是主要是没离婚，不好争辩，在这里没事。没离婚，他自己也感觉也不严。对，不是这样。你要是万一给刘荣他们家，那就麻烦了，会麻烦。那两个都没有了。对，就是这样。你这样真的是那个鸡飞蛋打了都，都是两头都不行。是啊。你这个你就得，因为你毕竟你跟刘荣还是订了婚的嘛，是不是嘞？昨天他跟我妈都说了的，就是3个月之内的，就跟我老公离婚。我也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要破坏你的家庭，成立个家庭也不容易，对不对啊？不是，如果你要你老公离婚，那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就跟你解释，我说你妹跟以前在深圳待的不一样，那我说话各方面也都不一样了，那我一下子好像就成熟了很多。胆子大了，没如果以前的话，像深圳胆子那么大，还像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会了哦。那老早出去了，他都不在家里，握不住了。钱也赚了很多了。我了个擦！今天我们就跟小黄说，把你给带出来，别窝在那个家里。哎，不出来，我没法弄的。不出来，他就是怕。那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不是哎怕什么？怕那样的，怕这样的。啊，现在回到家里是什么都不怕。只要你胆子大一点嘛，在本地方上啊，在外面人复杂一点。现在深圳也没什么好，还不如在家还好。真的还不如在家待着。是吧？像我在那里上班，一个月都是1000多了。是吗？嗯。500块钱的底薪嘛啊，什么奖金一来都是1000，我每个月都是1100块钱。那还不错啊，小芳以前在我们那边还开心一点啊，现在我就觉得她不开心。她什么都为她男朋友什么的。不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结婚，她不开心。你姐都没上班这段时间，我看她人都还憔悴很多的，瘦了，没有以前好看，没以前胖是吧？
他瘦了，是妈妈瘦了，男朋友没钱，没钱那你结什么婚呀？我就不结。哎，什么事啊？我的，你干？我想干。你干不干？你干不干？这说的声音也变了。别我的事啊。以前说话轻轻轻的，现在。也是像小辈儿一样，好好好。嗯，其实他看他的性格嘛，就得像你现在这种人，以前那个性格不适应你的人那个本人的性格。姐啊，也像我们差不多，也幸福不了哪里去。姐的脾气不好，他姐，他那个说的，姐夫那人呢，哎，他熬不住，哎，就是、这样的，上山都打不出一个屁来那种人。就是，但是有点事儿，脾气不好，是吧？但是我们说是你们就走了。一般下午出家还是这样子，现在不知道考什么，上午八九点钟就过去，我真的都不知道。一般都是到南方吃晚饭。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嗯，结婚是吃晚饭。嗯，我啊，我被子拿回去了，被这个了。你管管，刷个气也把那个气堵了。那不能，看看抽烟还能还还喝不抽啊？哎呦，每年给我把那抽的人，哎呦，哎呦！别让我先坏了，哎，再抽一口，抽烟的样子挺不错的，哎，抽，哎，再抽一口，这个防点烟啊。嗯，他说烟戒了。要吗？我不要。我们几个人今天还说，我说以前啊，我你们家里还是指望你，我说现在呀、啊，指望你妹了，看来你妹啊不错，现在胆子也练大了，是不是？然后，因为你们这人吧，胆子一练大了，人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说话这方面、语气这方面，还说的挺有道理，还，是不是？强过你，强过这个老姐了啊！现在老姐也变乖了。我一直以来都那么乖，我告诉你。告诉你那可不一样啊！以前的你，现在你，我跟你说，小芳完全两个人。我这次来看你，小芳真的是变了。看见你妹呀、啊，变化那么大，我挺为她高兴。虽然她不结婚，但她不结婚有她不结婚的道理。也没说不行，她不知道。再逼着她结婚也没用，那是。她现在有她自己选择的理由。我觉得她是你，她不像你说的那样自己没打算。今天说的，我听的，我觉得她挺有打算的。她怎么跟你说？她今天跟我们说，就是刘总那边不是没退婚吗？对。而且刘总的妈以前不同意，但是现在呢，好像刘总妈对她很好。是啊。是吧？现在变了，完了是啊。以前在我们家来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她昨天那个出现的那个男的嘛，就是当时跟她处了一段时间，对她也挺不错的。但她现在啊，就这。今年跟明年，他不是那个刘总要明年退伍了吗？他今年明年这两年，他说他反正也不会再交别的男朋友了，就这两个男的里面他挑一个。那这个男的对他也不错，但是那个男的也对他不错。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主要是你老婆，我说你现在没结婚，岁数还那么小嘛，我说你别把这事闹大了，闹大了因为你们这地方小，到时候传就是你名声不好，那刘总那边肯定不行，因为他家庭条件比较好嘛，我说对你不利，到时候闹了鸡飞蛋打。他说我知道，说我心里面有数，我也知道。我说你要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说你就趁早分开啊、哦，不要把这事情闹大。他说我明白的，他说我有数的。说要不就是，反正是要不就跟刘总结婚，要不就跟这个。他说这个对他不错，完了他说那个这个男的就是，跟他说是给他三个月时间，他准备跟他人离婚。但是你妹呢也想呢，他不想拆散人家的家庭，那这些都是男方的事儿。他愿意怎么，他愿意跟他老婆离婚，怎么回事？他说跟他无关。对我妈说，是不是？那个我觉得你妹啊说话特别有道理，而且他不是像你这么说的，没打算的，打算的还特别好。他好像没跟我谈过这些。他是没跟他说，他是没跟你说过。他说他退婚的你都不知道。
我说你有这种打算，我说我们都挺为你高兴的，我们也希望你将来你就找个老公过得幸福，不要像我们这样哦，都一个个都不幸福的。所以他现在年纪小嘛，他有这机会选择呀，我们这是没这机会选择了，是不是呢？已经是人老珠黄了。反正我觉得我没有怪怪的，反正变了吧，变了，这姐姐都不理解他了吧。不是，我回来以后我觉得他变了，变得怪怪的，真的不可思议。其实摸不透他的心思，但是他现在做事情呢，好像也不像那种乱七八糟的，做的挺对，自己挺有主意的，你知道吗？他有主意，说的井井有条的，他是找个地方上白班了嘛？你找个地方应该去上班，这样玩没意思了。不是，我跟你说大了吗？第二天，按照家乡的风俗，是小芳去婆家的日子，乡亲们都来送行。在乡亲们眼里，小芳在外闯荡是见过世面的人，她的婚礼有着特别的意味。姐妹们更是忙前忙后，各展才能，为小芳准备好送亲前的一切。你讲的是啥？迎亲的车来了，宫廷显得很兴奋。对小芳好一点啊！对欺负他的，欺负他，我们要找你麻烦了，跟你说啊！啊，那肯定是，那肯定是没保护好啊！就是嘛，喜糖有一个都没吃着喜糖哎！对，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你也是喜糖，新娘给我们抢喜糖吃，我们抢喜糖吃。小芳吧，以后脾气学好一点。啊，已经是人家太太了啦，你得学乖一点。结婚了。他不欺负我，他欺负你，你也跟我们说，我们得骂他。我们也要带他欺负你，跟我们说吧，我们会跟他说的嘛。哎呀，我们你要跳舞的，怎么不跳呢？你说呢？幸福，新年快乐啊！永远幸福，永远幸福。他不理你，你还怕他挨多少的？牙都没说，大声说。啊，我们清清楚。小芳还是大姑娘的。
甜甜美美啊。对，大饼子。哇，甜甜蜜蜜啊。哇。大饼子，大饼子，我一手哈，这个哈是五个。哈哈哈！两个口红印在好吧都。有。嗯。哎呦。你们俩印一个吗？你们俩不印一个，我都不知道你们俩啊。印一个。就是。不，没印一个。就是嘛，我们不在。呀呀呀呀呀！不要不要。不好意思，那可能是我们妈妈同房的，就是你们俩同房。掰一个，快点，快点呀！亲一个，亲一个嘛！亲一个，亲一个！这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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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有我吗？你看那怎么都是？就是那什么，还有什么？快点，就是嘛，来呀！就是来呀！我不干他。来来来来来！糖掉哦！你喝醉酒了，亲一个，快点来！我们等着呢啊！想看你亲一个那么难，就是吧？我们的婚姻不幸福，我希望你们两个婚姻幸福一点。小李，这个重担就落在你头上了啊！对小芳好一点啊！我想应该能挑一下啊，他脾气是有点不好。这个我都知道。丽丽，我们没喝上你的喜酒啊？没有啊，明天喝来喝吧。明年来喝啊！明年什么时候结婚的话，就通知我们喽。我看现在你们家里面的担子就落在你头上了。以后那个听话一点，乖一点。多照顾你爸你妈。对啊。大姐是嫁出去了。还有二姐呢，你来承担这个家。还有哪个二姐？你的大姐是以后有自己的家了，要照顾自己的家了。走吧，我那要回去打麻将啦。几天以后，姐妹几个到衡阳看望阿美。嗯，她高。别把鞋脱掉，谁脱掉？你高兴坏了啊！比以前漂亮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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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零？漂亮吗？浪啊！胖死了。哎呀，这要像个水梨呀！一丢。苹果。给姐姐吃，她大一点的，她几月份的？看，我们玩我们的，关她什么事？小嘞，是吧？小几个月，她五月份的嘞。谢谢妹妹啊！妹妹，你高啊！你什么啊？我姐。哎呀，这么了。开心。哦。Hello。那个电话那个说的，他叫阿威过来嘛。嗯。因为那个车会紧张嘛，很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想姐妹五个到齐嘛啊！嗯，就她现在结婚，我们为她那个一下呗，祝福一下呗，对呀、啊。嗯，我们是个做姐姐的，对不对啊？嗯。反正你没去，因为那个车会紧张嘛，很多。不是要跟妹妹一起结婚的吗？原来说跟她妹一起结婚的吗？嗯。不知道怎么着，她妹那个婚事给推了。虽然她不说，我们感觉得到了。问她，她老是。没什么，就是家里面不想帮他操办这事儿嘛。那我就问我说，你父母亲要不想跟你操办的话，那我们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嘞？嗯。那你该办的，该干嘛，你还得干嘛呀？你是父母亲实在是不想帮你还是怎么？我说有什么困难，我说你跟我们说说呗，我们大家能帮你的话就尽量帮，是不是嘞？嗯。虽然我们大家也穷，也没钱，但是我们毕竟以前还是好姐妹嘛，我们也冲着你的婚礼来的，是不是？我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呗，是不是嘞？
说我们一看家里面你们这大喜事，连一个喜字都没有，一点气氛都没有。嗯，我怎么那喜字什么都没贴，他都没准备，什么都没准备，连吃的都没准备嘛，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说，父母亲那什么也没钱，就打算在家里面不打算办酒席的，直接去男方家了。嗯，就这样的意思啊。对，他那个老公对他好就可以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哈。老公看起来不错，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成一个家以后，内敛那个什么都无所谓了。你的生活还不是要靠自己努力的，慢慢的你才日子才能好，年轻嘛，才过好、啊，是不是？是这样的嘛。那说他老公家里欠的钱，我欠的钱这几万块钱又不是大数目，你要说，十多二十万的，那还心里面还有一点压力。我现在这一两万块钱，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人好好干就行了，是不是？没有必要呢，担心以前是为了家里面，以前是为了自己家的债，闹得他头疼，压力觉得感觉压力挺大的。现在她也觉得能跟她老公这边结完婚以后呢，她老公这边欠的债，她的压力也大了。你说这些都姐妹们热烈地议论着小芳的婚礼，感觉中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发廊的日子。那里有另外一个小芳，大大咧咧，无忧无虑。衣服呢？她自己帮她送衣服的啦。干嘛呀？我送衣服。早在两年前，小芳曾对张华说起过自己不会结婚，要和张华一起到北京闯荡一番，而如今小芳却结了婚。你别怎么回去，他说哦，今年一过就二十三岁，我就二十四岁了。你觉得没结婚吗？什么负担都没有？我怎么负担？我以后怎么过啊？孤孤单单一个。找个老公喽，找个老公。我不结婚怎么办呀？哪怕我跟你说，过十年以后我们联系，也许我还是孤单一人。跟他们做处理最好好看了啊！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现在着急什么都不着急，还有好几年好混呢，就着急赚钱。三十岁，咱们约好去北京闯一闯的啊！这么早，早什么早？像你还有700块，我的一分都没有，我一张存折里面还有5块钱。真的？嗯，你还穷吗？存折倒是很多，6、7个存折，每个月都要去存钱，但是那钱都不是我的了。你别这样赶我走，我告诉你，我呢，我就回去了，我就不来了。要不然咱们去北京干啊！哎呀喂！困死的人啊，熬死！怎么进来啊？咱们睡觉，明明有生意，你还得起床。不管小芳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张华还是在心里为她祝福。因为在发廊姐妹中间，小芳是唯一一个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的人。这是我的，还有贴开始了。给你贴邮寄。你鼻子很难看，干嘛？我的狗菜没做的就起来刷牙，我就煮菜了。你别拍啊，这是麻烦。你跟你打架，你可打得过我的啊？爸爸，你跟我打架，死心算了吧，来吧，来呀！哎呀，你妈的，黑眼角不？啊。可以用脚步，可以用脚步了，可以。啊哈，看看，啊哈，哈，看看，你怎么逃呢？刚刚还水气这样的，哎呀！而这时贝尔和星星已经是熟悉的朋友了，姐妹们的下一代还会有姐妹情深吗？那一天偶尔惊恐的
发现。